家好，我是小汉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爆珠食玩。我不拍都不行，非得要让我拍。你这一天天可怎么整？实在无法忍受。无法忍受，你是要吃吧，又要玩？这是喝的，这个就是气泡水。啊，可以爆珠的。对，看这还有一个滴管。嗯。这颗气泡糖，到时候得泡水喝的。粉包。没谁的啊。这些是小粉包，一个小勺子和这些小槽。首先，先用剪刀给它剪开一下。好的，我用剪刀给你剪开。好的，药粉放在正方形槽里，整入一些水，倒入这里边，叠成的猴捏。最后一下，滴答。好了，到了，给它搅拌均匀吧。将234号粉倒入这个长方形水槽中。红色的，蓝色的，加入水到水位线上，然后现在给它调个色，红色加蓝色变成紫色，色这紫色真可以，红色加黄色变成了橙色，黄色加蓝色变成了绿色，咋的呢？这样做吧。爆珠你爆哪去了？他整错了，就搁清水，他搅拌，成不了啊。成不了，因为我里边加的一号水，炒不死。失败了就失败了吧，将错就错吧，没有办法呢。与效果没有关系的啊，蒙古烧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这有点像泡腾片。我在做黑暗料理，黑暗料理还做失败了是吧？没做成功啊，好喝。云爆珠有点失望了，行吧，今天就这样了。这些视频就到这了，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，拜拜。伤心啊。